水是地球宝贵的资源。随着需求的增加和环境的污染，水资源也越来越紧缺。虽说地球是七分海洋三分陆地，但是能饮用的淡水资源却很少，而且在很多国家，从河流、湖泊和水库中抽取的淡水约有 39% 被指定用于化石燃料或核电发电厂的冷却需求，导致大部分的水最终会漂浮在蒸汽云中，造成了很大的浪费。麻省理工学院研发了一个新系统，可以捕捉冷却塔蒸发的水分，从电厂回收淡水资源，甚至可能成为沿海城市清洁安全饮用水的重要来源。它的原理看起来很简单，当富含雾气的空气被一束带电荷的粒子称为离子甩掉时，水滴变成带电荷，从而可以被拉向网格线，类似于窗户屏幕放在它们的路径，然后将液滴手机在该网格上排入收集盘中，并可在发电厂中重新使用或发送到城市的供水系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